吉米晚安，拜拜。不好意思，今天又要让大家看 GIF， 应该先不会看 GIF 吧，因为我现在跑回去剪一些我第二轮没有剪到的东西。我刚刚杀完猎龙铠甲，我下午没事，我就跑回去杀以前的巫王，所以刚杀了猎龙铠甲。啊，昨天关台以后吃完饭，我又杀了三四只王吧，像杀了谁？没有忘了。哎，雷奇四个月 ，Ricky 谢谢，谢订阅。还有三株五个月，谢谢。CCAB 十九个月，安安。我吃完了，我吃完了。无名跟修女哦，我不知道，我现在就是回头去杀第二轮，我没杀过，就一直杀龙有点烦，我就转换一下心情。我昨天杀了老恶魔王、霸王，然后还有英雄古达跟监视者。昨天关台以后杀了这四只。杀了这四只。GABIN 十五个月，谢谢，差一点没去领导。SIPAZ 一九十一个月，谢谢。修女还没啊？修女哦，没有，打赢了，打赢了。这一个记录打赢了。修女打完了，现在要杀龙啊！我想说，要不要先略过龙去杀那个龙后面是不是什么爷爷哦？啊，那个安安叶子，哎，谢颖安安，这边过去是谁？我想一下，哎，图书馆上去是谁？哎，我有点忘记了。哦，王子吧，是不是双王子？这边上去双王子吼。我要回去继续打龙也是可以啦。我原本想说把能够升级的东西先升一升。哎，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哎。少打什么王？我有点忘记了，我有点忘记这边要怎么打。要打完无名才能哦。无名在哪里？那个地下监牢好像有我需要拿东西，我有点忘记怎么去。我昨天就一直在想，我想到奇怪，我打的顺序好像哪里怪怪的，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到底要怎么去地下监牢。那个巨人有母在的地方，怎么去啊？尾鱼啊，二十一个月，安安，音量比较小吗？有吗？这样呢？应该差不多吧。欸，乌绿，太阳万岁！欸，牙月，安安。
哇，我忘记，我忘记了啊，我忘了，我忘记要怎么，不然我们先回去沙龙好了。我忘记要怎么去古龙道路了。古龙之道怎么去来着？古龙之道，我是打完，加油！今天就给他过了。嘿，小郑，今天吗？不好说，不好说。春世街内部是不是？哦，在妖王后面哦。上次开没打死，我上次开没打死啊。上次开只打死恶魔王子而已，龙还没杀。龙好难哦，我真的觉得龙很难哎。就我觉得是，我觉得某些部分是他判定问题。我觉得判定不是那么的，他判定很广，就是你稍微被扫掉一下，也是血就炸掉了。觉得不是那么的友善。这王不是那么的友善。哎，菜菜子，谢谢，16个月。想知道杀敌顺序吗？问师傅。他略过很多只王没打哦。不然我们先来杀一次看看好了。我回温一下我的手感，回温一下手感。捡装捡宝，我昨天关台以后我捡完了，就是在我所有跑过的地方，几乎所有亮亮的地方都捡完了，包括那个什么深渊监视者前面不是有很大片那个那一块沼泽叫什么地来的，我忘记了，那边全部亮亮东西我全都捡光。我昨天关台以后大概只用完了大概2-3个小时。15罐，满15罐。
卡袂着呢。我最讨厌他这个火，他这个火真的是很难闪。有云火当然行，哎，我没有吃云火。靠腰嘞！太稳了，不行！我找到时机打他，伤害啊，好烦哦。可以啦，当做是今天的第一把，打尾巴，打尾巴。没注意啊！我以为在玩魔物品，重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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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我觉得我跟昨天比较稳了，可以可以。嗯，我今天开台以前，就我刚刚在看别人开，然后就一边在那边杀猎龙，猎龙铠甲，欢迎好久没回去玩了。那条龙的小猎龙铠甲变得好陌生了、哦。没错，那条龙的问号小时不间断。你现在在看到是 GIFO， 现在是 GIF。疯狂的 GIF 龙点 GIF。叶子可以祝我同学嘉伟生日快乐吗？嘉伟你在吗？你们家的彼得大帝要祝你生日快乐，祝你们幸福美满，长长久久。叶子加油，今天一定可以屠龙成功。我也希望可以屠龙成功，应该是可以啦。今天，你指的今天是十二点以前吗？不好说。我觉得可以啦，我觉得可以。可以砍一下，哎、欸，好，要快跑，拿点火啦 ，fire！ 这火烧的距离，我真的觉得判定有点问题，真的觉得判定有点问题。
爷爷还没过，爷爷还没打，目前记录只打过恶魔王子而已。我应该把他打在上面，不然就是把他标记一下。圣堂之枪是不是比较好打？圣堂之枪是在外面，对不对？我一直有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去打圣堂之枪？不好说，对，是那个可以连线的王，是不是啊？为什么可以连线啊？我一直不懂是什么意思欸。玩家可以当 boss， 圣堂之枪打一次就过，巫女你这不好说啊，谁知道呢？每个人不一样啊，有时候就是会刚好运气一个好就过了。还是需要去拿一下黄金松子，我需要回去拿黄金松子，反正我的魂也用不太到，买个黄金松子涂一下哦。可是我不知道地下监牢怎么去啊，我没记啊，地下监牢怎么去啊？八轮难度直接放弃，好可怕哦！打龙很养高防御高血量，嗯，对啊，我去地下监牢拿那个黄金种子好了，我去拿一下，然后我先出去看一下那个，哎，靠腰了，我都忘记这边有一个。小渣渣小妞。
血瓶拿满了，差一瓶有差干，最后一瓶不知道在哪哎、欸，我已经把我能够拿的尽量都拿完了。不是啊，跟我讲一下地下监牢怎么去啊？我忘记啦、啊，我忘记走哪，是妖王的后面是不是？哎、欸，那是古龙之道对不对？因为我自己玩的时候是跳着打的，就有点忘记了。萤火厂的屋顶还没，我是不是可以买钥匙进去？屋顶有一个。血瓶可以拿是不是？伊鲁席尔，我有这个地方吗？我应该没有那个地方吧？伊鲁席尔在哪里啊？干哪没呢？打双王子那个，我那边还没有去、欸。哎、欸，不对啊，对啊，不是这啊，这边再过去是那个英雄古达。哎、欸，哪里呀、啊？霸王后面，霸王后面。哦、oh, ，好，哦哦，我哦，嗯嗯，好像是，因为我霸王打完以后，我跑去打二王，老二魔王。地下水道的双狗，双狗，我就很多没开到哦，我就忘记了，我不知道啊，我就乱跑。后面吗？哦，对啦，伊鲁西尔啊！哎，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来到这？冲啊！他来了！哦，这是那么强！被吃掉哎、欸，是怎样？宗教右眼？什么啊？从来没拿过哎、欸，有一大堆东西都没有拿过，什么啊？好像厉害、欸。干嘛用的？哪里？宗教的目睭，宗教的目睭，叫宗教的目睭。哦，它是戒指哦。持续攻击，攻击力越高，持续攻击。哦，好，肥叶，专心上课，专心上课。这边有东西，我没有捡。
我很乐意学习。想当年魔兽世界都会刷通灵学院。香蕉八乐胜利八，哎呦，胜利分享哦。能不能等得到我也不知道。卖追卖追追屁追哦，追屁追追屁追。傲娇嘞，好扯哦！当年我都直接略过他们。哎，我知道你们不能过这条线，过来啊！哈，看他们可以过来。哦哦，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宗教骑士推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有了。有想扣着什么角色？嗯，蛮多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现在不能漏掉任何亮亮的东西，我现在非常极力的在捡亮亮的东西。不然去打阿万好了。可是打阿万要是不是要盾反？我不会盾反，我忘记盾反按哪一颗键了。盾反是按哪一颗键？我可以拿对刀盾反吗？万哥要领便当了，我相信阿万撑得过十秒，他可以撑非常久，打到我他一定可以撑十秒。哎，小乌龟，小乌龟，别走！没拿盾不能盾防，我盾在背后。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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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真的是。火呢？我想一下，那火在哪里？有点忘了。哦，在这。有隐藏楼梯刚的平台？哎，我记得，哎，对，好像有。咦，了解。不是啊，因为我这边有玩过啦。发现啦，雪兔吗？安安，我这边有玩过啦，只是因为就是太久没玩，我会忘。这右边有一个隐藏门，对不对？好像是右边。这边呢？你可以开吗？这个吧，好像这个屏。好扯哦！
佣兵对刀敏是 S 加成吗？不是，是 A。好，哎，目前应该是 A。因为我只玩过一轮啦，我只玩过一轮。以前开实况的时候啊，去年开实况玩过一轮的，所以我有点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哎，晴天，晴天妹，安安。当你是五十，拉出来，拉出来，就这样子。干，好扯哦！打三下就等等等等四下，好扯哦！来打个八轮啊！好啊，我打个八轮，我其他游戏都不用玩啦、啊。我以后开时空都在打黑暗理论，当然也是可以啊。基本上我喜欢这款游戏的程度。会让我关了台也想继续玩啦，可是就是啊，要开实况玩这个还是太虐了一点。有点忘记阿万怎么去。这边有东西，碎片，隐形墙壁，地平线就是这样被遗弃的。我倒也没有遗弃地平线啊！看穿墙哎、欸！真的扯！波比波比波波比波波比波比波波。哎、欸，青纱哎，四个月，谢谢谢谢青纱，赶快去地下监牢。所以说，地下监牢怎么走呗？不是走这吗？篝火旁边有另外一条路，刚刚那个篝火吗？好，我看一下，雷电宝石，这里吧，幻影墙壁。错过最佳时机。哎、欸，杰特安安，绿花戒指加一，加一，这是第二周，二周目。啊，黑龙还没过，不好意思，还没过，只是先把元素瓶拿满，想要去拿可以黄金松子的东西啦，因为我没有办法买黄金松子，我觉得打龙超不痛的。但也是又可以慢慢用魔的磨死他，只是
刀，安安啊，晚上好。是这边吗？奇怪，为什么？都觉得很陌生的感觉。八成，安安啊，有好久不见吗？其实这里水里是有东西会冲过来啊。然后这边有一堆长得很恶心的那个，我是干爹，谢谢。哦，对，就这个，干，对，就这个，这个超恶心的，这怪真的超恶心的，不知道说，这是我看过最恶心的怪。shit 跑进来，只为了要拿十块，又是十块。欸，是这里吗？这边有路吗？没法跟到，辛苦了八成。这不是这？八成盲之妹，八成交女友啦。怎么又出来了？打错，这边是要打阿万，靠腰，真的假的？走错了。哇，怎么又狗嘞？这个东西。谁呀？没礼貌，一直射。哦哦，我可以学小六登出吗？哦，我要疯了。摔
死的东西。不是走这，真是会迷路哎，受不了。在哪里？在哪里？出来！救你啊！一直在那边射白白的。啊蓝虫药丸啊，在哪里？在哪里？路在哪里？刚刚水池走到底，不要进去厨房，厨房，厨房，厨房。好，好，我看一下。好好啊，好好，我想一下，就是不要进去你说很多恶心怪物的那里。好好好好好，不要进去很多恶心怪物。恶心怪物，我从哪里来的？这是哪里？我想要干嘛？我从哪里来的？我忘了，好烦啊！干，这里有狗，不科学啊！我刚没有经过有狗的地方啊！干！哪那么多狗啊？为我杀完了，好烦哦！妈，真是玩到死。我一直人一直在那边射，一直在那边射白白的东西，气死了！这游戏为什么要这样子让玩家感到不悦？谢谢订阅 A L B E A B R T。哦哦，哎呦，花鸟，这他妈真是吓死我了，真是吓死我了！这是哪里呀、啊？杀光往上开捷径，我刚开那个不是捷径吗？我刚开那个是捷径吧？我为什么身上插着一个我？哇，太厉害了吧！哎呦，吓我一跳！走回来了，对啊，不是要走回来吗？你们说这外面不要进来哦，继续往直走。
有路哦。哦，是这个吗？有另外一个捷径要开，没有打阿万就算了。靠啊，是哦。可是我刚刚那边还有路可以走吗？我找不到路了，好烦哦。哦，有，这边有印象，有印象。找元素碎片啊！欸，大哥，你挡到我的路。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哦，有了，地下监牢。好，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耶，反正就亮亮东西全捡就对了。我要拿可以买蓝翅印、买黄金松子的那个位。哎，别推别推，气死我！昨天就被一个人推下去，你还推？哇，都忘记以前也有这种会推人的东西，受不了哎、欸。哪里有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啊！太空！落下攻击！在哪里？哦，干！直接吓我，真的好可怕哦！古老魔法师的套装。怪的设计真是让人甚至下降。哎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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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其实我以前打这些东西，我不会觉得他们很痛，我现在觉得很痛，是因为二周的关系吗？强内魔力盾牌好厉害哦，好像很厉害。火把！在哪里？在哪里？啊！喵！别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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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走开！挡路啊！我的嘞，我的嘞！
是不是走错路？不是这路对。哇，那里面那个要怎么拿？奶头有毒，安安啊！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青白色松子。啊！被烫到了！啊啊被压在地上烫，干好痛哦！干好痛哦！好扯哦！啊！这伤害怎么了啊？我天哪！你要先去罪业之都拿钥匙，再回来开门。啊，不是啊，巫女真的要早讲啊！那我现在跑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罪业之都，哦，罪业之都是前面嘛，游牧那边是不是？好扯，真是。哎，谢月，谢订阅。别烫，别烫，别烫，别烫。别烫啊鸟欸啊要死了要你我我别别别啊我的血怎么剩下那么一点点快快快快回来快快回来快回来啊血要怎么样才会回来啊？好扯哦，怪好扯哦。谢谢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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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 谢谢新干爹 K I C A S S， 谢谢订阅。干，好恶心。哇靠，有几家巨人对不？不是家吗？回骨片，
看样子是一位快崩溃的朋友呢。三个月光头啊啊！这教育是什么？萨姆安安，别呀！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哎，原来这边有，原来这边有这个捷径哦！啊！我们之前都是走上面，他会打人。这边，这边，哇！妈的，一定有一个是宝箱怪，我有点忘了。才左边安全的，对不起，我错了。居然是右边，我运气也太差了吧！古老监牢的钥匙，古老监牢的钥匙。哦，什么东西？一大堆东西掉下来，我天哪！等等，这边好像有点眼熟。哇、哦！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扣扣扣扣扣！哎哎，古老，哎哎哎哎哎，这老鼠是有病你呀、啊，追呢！古龙之道在这。古龙之道在。